我觉得如果咱俩结婚了，钱不那么重要吧？我把钱都给你就完了吧，愿意咋花咋花，还有什么什么五万、十万的，谈这些一点必要没有。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在教学上讲，内容是一方面，形式是一方面，有的时候过程得需要走，也就是说这个形式我必须得要的。怎么给都是给钱嘛，不，就是钱五万块钱到手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场上十六个姑娘的灯都灭了，接下来反转环节，爱咋咋地。啊，那就爱咋咋地吧。啊，既然都来了，既然都来了，就爱咋咋地是吧？选择谁？还是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？上场的时候。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吗？对。好的，来看一下，贺帅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？一起来看。刘英子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就是今天选择你，不是说我知道你，我不知道你是韩国的。说实话，不知道你是韩国的。那个，我觉得。爱情不是说一见面就能说我喜欢谁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一辈子，不现实。我觉得可以互相的给彼此一点时间，能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咱们能牵手的情况下，我能去陪你到韩国去，也许活那么几年，就是打拼几年。但是我在韩国，我不能在那边永远的生存。我过几年之后，我还是会回到长春，我在长春扎根，因为长春是我的家。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